房的一个那个点的，就是。辛苦，乖乖，该自己来，自己来，对，好，哎，跟大家跟县长问安吧，好好好，站走，好，来，量一下，帮忙看一下，站长帮我看一下，三十六，好，我们进来吗？对，这个进来都要，好，好。好晚了是不是？差不多。好，好，好，还是哦，早点下来好，比较安全呐。对啊。因为现在台风还在我们东北方，哦，而且它的台风的暴风圈有400公里，400公里有多长？好长哦，对不对？啊，你去看一下台湾地图好不好？睡得不舒服哈，是不是？怎么样？昨天很晚才回来是吧？很晚才来这里吗？台风啊，中央气象局报告非常的强烈台风，而且是这5年来最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啊，所以谢谢大家的配合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在这里啊，谢谢啊，昨天辛苦哎，代理村长。昨天辛苦哈，要劝大家下来。对，因为风雨没有那么大。不过这预防，哎，否则到你到深夜的时候，雨大风大的时候，大家都军人、公所所有的工作同仁要把你劝下来，引导。聂县长好。好，刚开学遇到了台风哈。所以现在还没有功课嘛？啊，吃饱了吗？吃饱了，好好好，谢谢啊哈，辛苦了辛苦了。不过防灾要记到哪带哪到，如果大风大雨，我们住在山区的一定要做好防灾的准备。那我们要谢谢乡公所还有居方啊，是不是把大家请下来？晚上哎，你也不想下来对不对？哦，可是为了安全第一，还是。要大家配合，好，谢谢，谢谢哈，谢谢，吃饱了吗？吃饱了。啊，是煮的吗？站长。哇，这里的站长，感谢，把大家照顾这么好。啊。很好啊，这样有一个站长很好。对。再忍耐一下，让台风过了以后。谢谢，谢谢。好，谢谢站长。好，好，那就这样。十几个人，这边有17个人、啊，17个人，嘿，17个人，谢谢，谢谢，谢谢，不，最近衣服我也有哎，哈哈哈，很久了，哦，很久了，他本身就是，就是一个算是那个精神上有问题的女生，不是危险的，所以就会看到人就会发脾气，看到人很容易情绪，那现在好，谢谢，谢谢。我跟他讲，我跟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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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跟我讲一下，就是中午之前来的，看那个收容中心，看中午想象来。好，今天中午到我们的秀林国小来看收容中心的，我们的这个撤下来的我们的乡亲，那一共有18名在这边收容。那我要感谢秀林乡公所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彻夜啊，把我们在山这个比较这个保全户的部分哈，这个强制把它撤离下来。因为啊，昨天晚上我们也真的不晓得灿树台风到底风雨有多强，但是依据中央这个气象中心的报告是强烈台风哦，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到我们保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要求所有的各乡镇一定要强制的撤离。那我也要谢谢各乡镇的这个彻底的执行，更谢谢这个乡公所以及这个花莲县政府警察局，还有花防部以及后指部的这个军官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让乡亲能够最安全。那至于灿树台风的部分，从昨天到现在为止呢，对于花莲来说，我们有一些路树倾倒的部分，那也谢谢清洁队还有开口契约厂商都能够及时把这个倾倒的树木把它这个处理好，把它清除掉，让大家行的安全能够依旧能够维持。那另外在这里，曾委也再一次呼吁花莲所有的乡亲兄弟姐妹们，在灿树台风还尚在这个暴风这个圈里面，所以请现在的花莲乡亲尽量一定要减少外出。还有对于我们现在在收容所的居民，我们请收容所的居民一定要安心，先暂时在收容所比较安全，等到台风警报解除以后我们再返家。好，那再一次呼吁大家做好台风的准备，台风尚未离境，我们一定还是要严阵以待。感谢所有的这个协力单位全力来守护住花莲的安全，谢谢。